突然发现逃出来一只了，这一只该怎么办呢？会不会飞走啊？哇，飞了！干嘛？哎，在桌子底下。你别。好难抓的嘞。你看都有边嘛，再来这个歌词，这里，来都有边嘛的，真正的赛格，弄个两只吧，先哈。是闷的还是杀的？闷也好，杀也好，杀的话就是水把它倒，就是碗接好吗？你会处理吧？那我来吧，为了你。哎，漂亮的歌词。对不住了，你们力气太大了，都抓不住了。用热水泡一下，拔毛。哇，这羽毛很难拔。毛拔的就变成很小一只了。金黄金黄的。它每一个都有编号的。一切都是比赛了。鸽子已经下锅煮了，那只鸽子炖，这只鸽子烤，已经腌制好了，放到烤盘里面。歇烤半个小时，看这鸽子炖的怎么样，炖了四个小时了啊，好香哦，香，这个香味真的不一样，夹了个腿，这个肉质感觉炖四个小时都很硬啊，嗯，你尝尝看，老哎，这个老鸽，咬不烂吗？四个小时完全咬不动，吃不动啊，这真的老鸽，先吃点汤，很硬的，先喝汤，把鸭血吃的，啊，把鸽子血吃掉，不敢吃，一定，这最补的就是鸽子血，对。对对对对，两只鸽子就这么一块血，怎么样？也还好吧。嗯嗯，这汤好喝。那空气炸锅炸的好不咯？估计炸不好。看一下炸了半个小时的鸽子，这个是炸出来的鸽子，我不知道能不能咬得动。哦。哇。怎么样？好吃。不硬吗？硬啊，但是熟了呀。哦。哎，尝一下。这个是很硬的哈，但是味道是真的很好，味道很好，真的很好。这个只能一点点把它剪烂，这烤出来的真好吃，嗯，真香哈。大家可以试一下用空气炸锅炸鸽子吃，又香又脆。炖了四个小时的没炖烂，结果烤半个小时烤好了，还有五只，烤了一只，逃了一只，那一只是最大的，太可惜了。它逃命，逃命真的是，这嚼劲真的很爽，嚼起来、嗯、没肥肉，咬得烂呗。嗯，这个鸡翅膀真的骨头都可以吃掉，脆骨，好爽。今天是做饭一上午，吃饭五分钟啊。这几天他有点肠绞痛，老是喝也喝不好，睡也睡不好，给他做按摩。这手法很专业吧？啊，这，嗯，舒服吗？三四五六七八，很、嗯、开心了现在。好了，就上来这里趴一会儿啊，来。哎呀呀呀，哎呀，躺一会儿，对，舒服吧？我叫什么？爸爸带你飞！哎呀呀呀呀，飞呀飞呀飞！哎呀呀呀，飞！要睡觉了。嗯，太舒服了，放松了，现在已经。